特工导演跟戴墨导演之间的关系。这个你去过现场吗？特工导演去过，去过。嗯，那在现场你们俩谁说了算？在现场张译说了算。这就是文化人之间的过招吗？近日陈思诚、张译等人出席了电影《三大队》的首映礼，在现场著名作家刘震云化身记者犀利提问陈思诚，电影拍摄时有没有去现场，因为自己非常感兴趣他和戴墨导演之间的关系，他们两个人在现场哪个导演说了算，这问题是狗损人的，但并没有难到陈思诚。思考片刻之后，陈思诚回答，我们在现场张译说了算。这回答是有够巧妙的，瞬间缓解了尴尬，将关注点转移到了张译身上，还把张译都吓了一跳。不过张译脑子转得也非常快，立马接话说，我找你们俩了，缺德在冒烟是吧？真的别太有梗了，怎么这个剧组就这么欢乐呀？电影有多虐人，现实就有多欢乐是吧？在观众都